说到朱丹，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了。对于朱丹的遭遇，大家也是深表同情。当年朱丹是浙江卫视的一姐，和华少也是平起平坐的。据说后来带了依依这样的一个新人主持人，因为依依的主持风格比较青春有活力，后来浙江卫视就力捧依依做浙江卫视的一姐，间接性的逼走了朱丹。在浙江卫视遭遇了不公平待遇之后，半路跳槽到了湖南卫视。或许湖南卫视是介意朱丹不是从本台出来的，之后将朱丹包饺过去之后，并没有给他非常好的平台。朱丹之后在一次湖南卫视的晚会上面，错将湖南卫视的号码报成了老东家浙江卫视的号码，导致湖南卫视损失了几百万，惨遭湖南卫视封杀。本来以为朱丹从此会一蹶不振，没有想到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遇到了丈夫周以为，两人结婚之后如今生活也是过得非常的滋润。没有想到朱丹在阔别浙江卫视六年之后还能够有机会重新登上这个舞台。如今朱丹出现在浙江卫视的一档综艺节目《嗨男朋友》的节目现场，朱丹现身主持，在他出场的时候脸上都是笑容，能够看得出来久别之后重新站上舞台的朱丹内心是非常激动的。观众们也是能够看到朱丹眼睛里面都闪烁着泪光，很多观众看到朱丹也是热泪盈眶，因为真的是很久没有见到朱丹了。看到朱丹能够回到这个舞台，大家的内心也是十分感触的，非常的庆幸一位好的主持人没有被埋没掉。在朱丹的身上也能够看出来一位主持人最起码的职业操守。在后台等待的时候，朱丹一直泪眼朦胧，可是即便是有再多的激动再多的感触，为了能够给观众最好的效果，不影响到现场的氛围，朱丹一直是面带微笑的，这就是一个主持人最起码的操守。而作为好朋友，曾经的好他当华少也是一如既往的体贴，站在舞台的一边等待着朱丹。等到朱丹回到朱台上的时候，华少也是给了朱丹一个热情的拥抱，表示欢迎朱丹回家。这一幕真的是非常的温馨感人了，朱丹再也忍不住的掉下了眼泪，而现场的众人也是纷纷为这份友谊感动了。对于好友再次回到舞台，华少只说了两个字，谢谢，谢谢朱丹能够回到这个舞台，谢谢朱丹的自信和坚韧。华少的这一番话也是让朱丹非常的感动，原来自己并没有被忘记，还有这么多人需要自己，也希望朱丹在回到浙江卫视之后能够汲取之前的教训，能够更好的展示自己的优势，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节目。对于朱丹重回浙江卫视这件事情，你们是怎么看的呢？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